要很重要，这就是专业配音，就差这一点。这不扣什么分？就扣这个印象分，你根本就不是大家闺秀，就是小人物啊，这种气势，整个一千人全被你驾驭了。你哭他就哭，你稀奇他就跟着你稀奇，你澎湃他就跟着你澎湃，这就叫艺人，专业的艺人，专业的艺术家，听见没有？今天我们学要学这个，从上台一直到台，一点不能动，蚊子叮了蛇咬都不能动，皮挠痒都不能动，任何小动作，你知道众人在那2000瓦的灯泡照着你，任何一个急眼，任何一个动作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显，都是放大了若干倍，千万不能有任何的小动作，这种小动作。等，有时候在等第二遍给我节奏的时候，事多了，什么事都多了，柔柔，哪都不对，哪都不能做，就站在听。对了，这些小动作，哎，我还有，哎，好像照镜子那感觉，错了。这个时候还在表演区，间奏只是叫音乐来诠释这首歌，它是在继续中，大家在继续中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虽然我今天吃了4个菜是川菜，突然又变成粤菜，哎，突然又变成川菜，又变成广东菜，那不行。就变就是川菜，有一川到底，就这个感觉，千万记着啊！这是什么？规规矩矩等着评分啊！现在这个打9分，那个打多少分？新印象分、艺术分啊，这最高得分是9.35分。现在走，要退着走才赚分。鞠完没有？要这样退着走，这样子，不能鞠完躬。对了，这个是没有人教他就不会，光上场门下场门都不能，在他一紧张上错了，那是上场，比如规定好从这儿上，咱就从那边跟人下一个对位，这些都完了还在扣分，这个声音非常重要，声乐家真的很难受的就是只有一个人去用1000个人的眼睛在对待你，来，我们现在唱第2首歌。